新山25日讯，巴西古当大道发生严重连环撞车祸，一辆货柜罗里已被换到轿车撞上，失控冲向对面，连撞数辆轿车。车祸发生后，现场一片狼藉。上述车祸于今日下午4时许在巴西古当大道靠近福林园汽车天桥处发生。根据网上流传视频，一辆货柜罗里被一辆换道轿车撞上，结果货柜罗里失控撞向对面方向的轿车。根据观察，至少三辆轿车在事故中被失控货柜罗里波及。目前消拯局仍在现场展开救援工作，尚不知具体人员受伤情况。